对你们身处其中的人来说，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突然的决定？是非常艰难的决定。他的突然在对于情来得太快。怎么讲？于情是突如其来的。买不到冬枣的我，总是徘徊在庙店门口，淘宝上一秒用品到处有，为何口罩没有一个？为生存孤军奋斗，早就受够了满包冰库，一人走廊躺着人到处有，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边防谣言散播，执迷保不住我，每个中国人都得看透，想过就别靠中国。因为这冠状的变异的传染的肺炎病毒而改变人生，一群撒尿的无耻的撒谎的衣冠禽兽，染人身官粉，一死的人那么多，却真的没有几个。一直不吸药不穿药，留下了孤单的我，一条两相隔。就吃够了满饱的苦，现在我数一下啊，已经中三年的人到处有，而我不是最后一个。我今天陪视频你啊，这么快就找我来了，执迷保不住我，每个中国人都得看透，想哭就别靠中国。为这冠状的变异的传染的肺炎病毒而改变人生，一群撒尿的无耻的撒谎的衣冠禽兽，染人身官粉，一死的人那么多，却真的没有几个。一直不吸药不穿药，留下了孤单的我，两相隔。年生产够量的口罩是108亿只。18亿只。撒谎的衣冠禽兽，染人身官粉。刚才三个，现在只剩下5分钟了，现在已经8个了，又来了一个，来两个。不要出心了，当一个看见了放心欢呼，阴阳两相隔。这首真心的、伤心的、痛心的、悲恋之歌，谁与我乐？对，也可以说是大是大非，但是在意识上我们都会明枪暗箭，人民群众有意见，我们啊革职以谢天下啊，我们都愿意。